李永德、丁家典到第二场第一位。
本片的陈柏瑞，廖俊刚闪第一队。丁佳杰，你到大了。
场地比赛。刚刚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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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快点拍啊，六比五。
好，李博士这样，李博士这样。你天生就不该生气了。十六岁，你快四了。认识你。你认识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十二岁男双对外第二轮。管义凯、吴应波、蔡廷恩、陈柏瑞，请到第二场第一位。管义凯、吴应波、蔡廷恩、陈柏瑞，请到第六场第一位。也请十六男双对外十四男双对外的选手到大外报道。黄若瑞、曾慈丽、黄玉杰、郑杰炳，请到第四场第五站。下次一来报道的时候，就要写你名单上面要注意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大喊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十二岁男双的外会外第二轮，已经开始在叫，他、啊、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双打，那、他会交替着叫，但是应该还也没那么快了，差不多准备一下，可以下来这边找那个评测掌握场地，去做阶级的练习，好吗？对，现在可以差不多下来了。是吧？啊，不要再玩了，好，开始下来准，开始要准备比赛喽，好，心思要放在比赛上面，拜拜。